商贾家族的沉浮史，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不屈与拼搏精神。一位盐商的经商之道，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诚信与正义品质，大义大爱令人敬仰，大悲大喜荡气回肠。商道有缘，商道有爱，商道有义，商道天问。开门！我是朱会长，快开门！二少爷，这个门让小日本给封了，现在是过不去的。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说的话了啊！春华，你就别跟冬儿计较了，行吗？啊！志莲啊，这些东西都是珍珠活着的时候留下来的，你到了江州一定要把它带给周主啊！我知道。我听老车夫说，前些时候春华差点被日本人给害了，所以我才得赶紧去一趟，要不然他万一要不在了，连个买棺材的人都没有。说什么呢你？说不吉利的话。不是我想说不吉利的话。您忘了珍珠是怎么死的？要是朱元和春华真有个好歹，我也不想活。孩子，别整天活呀死的。妈都这把岁数了，我还要看到日本人被咱们赶出中国的那一天呢。你们年纪轻轻的，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。妈，我知道，所以我才想去帮帮他们为珍珠报仇。妈知道你是想他们爷儿俩了。不是爷儿仨。对，是爷儿仨。珍珠不在了，你就是他们两个孩子的妈了。这趟去江州，我一定要把他们的身世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。也好，妈老了，要不然啊，我还真想跟你们一块儿去。现在的战争形势已经朝着有利于我们中国军队的方向而发展，也就是说啊，这小鬼子们的兔子尾巴长不了，很快就会被我们赶走了。俗话说，这狗急了是要跳墙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小日本们已经感觉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，他们一定不会甘心，一定会做出最后的反抗。那我们呢，就应该团结一致，提高警惕，早日把这些小日本赶出我们的家园。你说的真好，说的真好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，下课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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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朱啊，讲得很有说服力嘛。胡政委啊，这些不都是跟您学的吗？说吧，您这次来肯定有什么任务给我。看着没有，
真是个机灵鬼啊，已经猜到我的来意了。元儿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董事长。望着父亲慈善沧桑的脸，受苦了。朱元突然觉得有满肚子的话要向他倾吐，他甚至忍不住要喊一声父亲。然而写得好啊，话到嘴边，神识鬼差，言弦骨更硬。他马上想起了远在家乡含辛茹苦的母亲，便把话强咽了回去。对于朱春华来讲，虽然没有听到一声亲切的称谓，毕竟儿子就在自己身边为他出谋划策，而且还带来胡政委的指示，心里豁然开朗了许多。大大，怎么样？宪兵司令部那边的消息说，日本人今天晚上有两车的军火要在码头装船。消息可靠吗？刘副官亲自跟我说的。哦，还有，他说维持会的那帮狗汉奸们也要配合行动。那东华呢？东华现在在什么地方？他这个时候肯定走街串巷维持秩序呢呗。行，我找他去。哟，朱会长，您来了。最近有没有看到混进城里的新四军便衣？没有没有，朱会长，跟您说句实话，就算是真有混进来的，我也认不出来呀。那倒是，有什么状况马上给我汇报。哎哎，一定一定。朱会长慢走。哼，停一下，东华，朱东华。好，谢谢。东华，我叫了你半天你没听见啊？啊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找了你一上午了。你找我有事儿啊？那太阳要从西边出来了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要你这个不争气的弟弟帮忙啊？行了，东华，别瞎扯了。我问你，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？我看你当这个维持会长是当晕了头了吧？今天是你父亲六十大寿啊！哦，是吗？你不看我正忙着吗？你忙什么呀？这耳朵里一天到晚听到骂你的声音还少啊？东华，你听我的，回家去给老爷子磕一个头，也算尽了你一份孝心了。哎呀，改天吧，我今天真的抽不出身来。你怎么抽不出身的？一天到晚的在街上瞎溜达，这不是消遣时间吗？哎。我今天可是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啊。你不就是一个挂名的维持会长吗？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参与啊？啊，你别瞧不起人啊，高桥司令待会还要找我，说是要把重要任务交给我，9点到11点要负责码头上的安全，一定有重要的东西要送出去。哎呀，看来你这个维持会长还真是有职有权呢。这可不是，你这个弟弟忙得很，没时间混吃混喝的啊。我话可是说到了啊，回不回去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听了朱元的话，朱春华发动江州商会的人积极套取日伪情报，新四军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不断袭击日伪的运盐车。喂，加藤大为光火。哦，晚上九点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给老家发电报。发报。
居然在新四军很少出没的地方，接连遭到伏击。他们太猖狂了！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一定在我们内部有人走漏了消息。你们说，这个人是谁？ 念你们平日里对皇军忠心耿耿，我先不追究你们的责任，回去以后认真反省，找出漏洞。朱会长，你留下，你过来。太君，请指示。这几次。 运输军事物资，你都参加了，你认为会是谁走漏了风声？难道太君你怀疑我？不，我相信你的忠诚。多谢太君抬举，我……太君，您这是明察秋毫啊！可是朱会长不要忘记，你还有一个哥哥，他是怎么想的？他对大日本帝国是什么态度，你也应该很清楚。 是，他是个倔脾气，这不是脾气的问题。我们掌握的情报，他和新四军有联系，是吗？他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呢？朱会长，你是不是在替你哥哥打掩护？比方说，有没有可能？ 你在不小心的情况下，想他透露了我们的情报。太君，你误会我了。虽然我跟朱春华是堂兄弟，但是啊，我们可是各走各的路。再说他做的事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对了，太君，如果你要知道他的事情，只要我知道的，我通通跟您说，这一点都不敢隐瞒。你说的都是实话？实话。好，你走吧。谢太君。阁下，我怀疑是这个平日里总爱哼哼唧唧的支那主走漏了消息。他把消息传给了他哥哥，然后他哥哥又传给了新四军。要不要抓他？不。 不要打草惊蛇，他也跑不到哪里去。四季春岩号的旁边是哪家开的商铺？四季春岩号旁边是一家叫葛记的钱庄，老板的外号叫葛老抠，是一个天生吝啬又见钱眼开的老家伙。钱庄生意如何？快要倒闭了。很好，就是他了。那阁下的意思是？你马上准备一些钱，明天拜访。 葛记钱庄，嘿，哎呦，葛老板，哎呦，好好好，葛老板来擦鞋，擦鞋，到我家擦去吧，啊，慢走啊，哎呀。 真是走路撞上财神爷了吧！哎呀，咋会赚这么多钱了一次？哎呀，哎呀，咱这个金子，哎呀，来吧，乖乖，去吧。
谁了？我。哦，好，来了啊。你这大白天的关什么门了？哼，是不是藏什么宝贝啊？哎呀，什么宝贝了？兵荒马乱的，有什么宝贝了？看把你吓的，有宝贝我也不要。盛叔，是这么回事，你那个账房先生让我给他捏个泥人，说捏好了以后送到柜上。哎，我今天到柜上去了，左找右找找不着他，都看到那么些生人，问他们，他们也不知道，所以就把泥人送到这儿来了。你这东西要钱了不？要钱我也不能跟你要啊。哦，不要钱就进吧。呀，哎。你柜上那些生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？实话跟你说吧，铺子不开了，账房先生也让我给辞退了。哦，哎，租金是在数，比市场价多两倍还多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那你得弄清楚那些生人到底是干什么的，别像上回那香港骗子把你给坑了啊。不会，钱都给我了。不是，那些人是干什么的？你不太清楚，就知道跟日本人还有点关系了。啥？跟日本人有关系？咋了？不，那你敢租给他们呀？咋就不敢租了？房子是我的，我想租给谁租给谁，你管得太宽了吧？要不这样，你拿了5万块钱，我把房子收回来，现在就租给你。来吧，5万，5万有啊。5万块钱那么多？下辈子你也挣不到这个钱，你还5万5万5万还那么多？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是吧？我是商，我是个商人，送上门钱我不要，我是圣商人。葛老板，我可提醒你啊，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些人到底是干什么。嘿，你别满脑子光是钱钱钱的，别回头为了钱当了卖国贼。是，喊上了，谁是卖国贼？你把人喊了，把我杀了算了。不是啊，你这叫什么知道啊？你这叫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端着死盆子往我这扣了。不，吹胡子瞪眼训我，训我做甚？我告诉你吧，我不是出卖祖宗讨好日本人的人，不是。我跟你说，我是好心，你听不听在你。行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给，我走。哎，你干什么去？哎，这就生气了，行凶太狭窄了吧。狡猾的加藤看中了葛记钱庄和四季春相邻的地理优势，也抓住了葛老抠爱财如命的弱点，高价租了老抠店铺，并对里面进行了改装，以便监视四季春严浩的人，窃听四季春严浩的电话。马上传令，1小时后行动。嘿，停车，熄火。
本兵来了。怎么办？坏了，肯定是加藤来了。该来的迟早都会来。老婆，把后门打开，带着朱哲走。来，我不要了，您先走。他们来了，我能顶的，我有办法应对他们。听我的，他们要的是我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快走！哎呦，我不要走，也一起走。你怎么这么拧啊？听话，赶快走。不，你。朱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应该很清楚，我为什么深夜造访。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。高楚楚，你的这步棋并不高明。丫头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冲我来，跟孩子没关系。一起带走。走。我已经提醒你们了，最近几天日本鬼子行动异常，为什么还敢行动？政委，那车上装的都是武器弹药，我和朱岩看着都眼热，所以我……朱中华先生现在面临着很大的危险啊！我们赶快研究营救方案吧。我现在就去江州。等等，怕是……来不及了。上上上！你说上？他们用我的房间搞间谍活动了，抓了新四军，还抓了朱春华。你说你还是不是人吗你？不，啊、我那……你为了几个臭钱把房子租给日本人？不，你听，你做了丧尽天良、断子绝孙的事儿、啊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啊，我知道了啊，我那天跟你说什么来着？行行行。逆人狗，我不是这么行了吧？啊，我丧尽天良行了吧？我断子绝孙，你还有理了？你还有理？哎、你打我做什么？这是哎呦！哎呀，跟上影，老板，打你也没有用啊！咱们赶紧得想办法救春华他们呀！想办法，想办法，那我能想到办法的呢？我没办法了，那也得想办法呀。发人送黑发人呐、啊！你来我们朱家几十年了，委屈你了。等下辈子天年再报答你啊！
朱家的列祖列宗啊，我天年无能，天年不孝啊。我没能守住朱家留下的家业，也没能保护好自己的儿孙，我愧对你们呐。冬儿、秋儿、夏儿，没想到春儿遭此大难，我与你娘实在承受不起呀。日本人惨无人道，我对不住春华父母的临终嘱托呀。我们走了，最不放心的是冬儿。有道是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呀。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爹妈，你们都走了，怎么还咒自己的儿子呢？哎，我这是自作自受。叔，婶儿，叔，婶儿。日本人一夜抓了19重大嫌疑分子，决定今天中午12时执行枪决。其中有赫赫有名的盐商朱春华。卖报了，卖报了！日本人一夜抓了十九重大嫌疑分子。决定今天中午12时执行枪决。想想办法啊，赶紧想想办法，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呀、啊、现在还有4个小时啊，赶紧抓紧时间准备后事吧。走吧，别让他们。郑珠，我的女儿，爹知道爹过去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爹也做了不少伤害他人的事儿，你对爹不满意是吧？哎，郑珠啊，爹呢也不像你想的那样，爹的心呢也是肉长的，真的。爹今天来呢，就是要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朱春华哇，被抓了，再有4个小时了，他就被押上刑场了。爹就想问问你，你想让爹咋办了？啊？说。爹明白了，爹该咋办？我女儿才满意了。
是老婆，明白。 老板，老板，你没请，你没请。老板，老板，我们想买几口棺材，你看。没现货了，那都预定的。老板，这……好，我先卖给你。那就我们要三口。这里要四口干什么呀？有一口是我的，可是我求你了，等帮他们办完后事之后，就把我。 跟他们放一块儿，这样我也就安心了。是这样，那行，那就要四口吧。行，给现金吧。我们没有现金，到时候我们从这个账上给你划过来。你看行不行？哪有买棺材欠账的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你，不是，我们到时候肯定。葛老板，哎，葛老板呀，哎呀，现在是你这做错了，买棺材呀，买什么？ 买棺材做什么了？给谁买棺材了？不是，春花他们还有四小时就枪毙了。是是，什么？装备后事了？哎呀，你让搞啊！朱春花还活着了吧？没死吧？啊，你就准备后事了？那不是现在赶紧准备？你不要说了，准备上了，脑子进水了吧你？啊，我告诉你说，买一口算了，把你自己抓进去吧，你不要诅咒别人。你朱春花长得是瞎眼的，让人惹得你们这些人了，上了这是。我告诉你说，遇到困难咋办了？知道咋办了吧？ 想办法，想办法，毁了吧！你在这卖棺材吗？去吧！哎呀，我是葛老板，你干的有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呀？是我，知道了。来人，阁下，传我的命令。
朱朱，是我连累你了，都是兄弟，不怨你。对，我们都是兄弟。 你没事吧？啊！没事。当行刑的枪声响过。 一批无辜者纷纷倒下，而朱春华、朱元和高珠珠却仍旧活着。让人意外的是，救这三个人的，竟是一生视钱如命的葛老抠。你，春华。 真的还活着，葛老伯，钱是个生的，钱就是一把闲盐，一把闲盐。离家腾最终答应到行刑时间，只剩下三个小时。葛老抠以最快的速度将家里的金银财宝、古董家具、房产地契统统拿了出来。 倾其所有，终于在最后一刻凑足了4000万。报告，葛先生到。太君，确在了，你骗我。 都在这儿了，这是发器，这是银票，太君，来，拿走，拿开。 小野君，把这个人交给中国人去处理吧。嗯。